家好，欢迎观看 Origin 视频教程，我是白东升。这一节我们来说一说 Origin 的 X-Function 编程框架，这是从 Origin 8.0 版本开始新增加的一个功能。一个 X-Function 其实就是一个已经编译好的 Origin C 程序，利用 X-Function 你可以方便快捷地对 Origin 进行操作，从而节省宝贵的时间。在 Origin 中，软件本身自带了一定数量的 X-Function 框架，你可以直接调用。我们打开 LabTalk 语言的命令行窗口，当你输入的内容正好是 Origin 内置 X-Function 框架的关键词时，软件会弹出一个提示窗口，列出所有符合条件的 X-Function。鼠标点击一个 X-Function， 软件还会给出相应的描述性信息。双击一个 X-Function， 就可以将其添加到脚本命令中。一般来说， X-Function 都附带有输入输出参数，所以你还应该指定需要的参数项和参数值。这里我计算一下 B、C、D 三列对应数据的平均值。并把结果输出到一个新列。点击回车，可以看到 Origin 开始执行这个 X-Function， 并给出了计算结果。其他 X-Function 的调用方法是类似的，你需要了解的仅仅是这些 X-Function 的输入输出参数，而 Origin 所有内置 X-Function 所能实现的功能全部都是教程第二和第三部分讲解过的。使用 LabTalk 脚本代码调用 X-Function 仅仅是另外一种操作方法而已，这在批处理大量数据时可能会非常方便，而如果只是处理少量单独的数据，建议大家还是用鼠标在菜单里操作。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建立一个新的 X-Function。点击 Tools 菜单，选择 X-Function Builder， 或者使用快捷键 F10， 就可以打开 X-Function 制作对话框。点击上面第一个按钮，打开 X-Function 制作向导。向导的第一页用来指定这个 X-Function 有几个输入变量，你应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指定。这里我想建立一个 X-Function， 其功能是判断两个数据哪个大哪个小，因此我需要两个输入变量。点击 Next， 给这两个变量指定名称和变量类型。继续点击 Next， 进入指定输出变量页面。这里用来指定 X-Function 有几个输出变量，同样我们还需要两个变量。点击 Next， 为输出变量指定名称。和变量类型。再次点击 Next， 向导将进入整个制作过程的核心，编写功能代码页面。我们根据前面提到的想法来编写对应的 Origin C 代码，也就是让 ymin 记录 x1 和 x2 里比较小的值， ymax 记录比较大的值。代码写好以后，点击 Next， 你还可以为变量赋初值。最后点击 Finish， 结束制作过程。可以看到，这时对话框的内容发生了变化，新增的变量已经添加到变量列表中了。你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行编辑。最后输入一个名称，并保存为 .oxf 文件。整个 X-Function 的制作就完成了。对话框的第四个按钮是在代码界面编辑这个 X-Function。点击这个按钮，可以打开 Origin C 语言的编程环境，并显示出完整的 Origin C 代码。
最后一个按钮是以树图结构显示这个 X function。下面我们用这个新建的 X function 来进行数据处理，调用方法是一样的。指定好输入输出参数，点击回车，就可以看到计算结果了。好，这一节就讲到这里，下一节我们来了解一下 Origin 的扩展组件。我是白东升，感谢你的观看。